好的，我是来自于爱儿时代的女主播，我叫苏坦坦啊。然后呢，一首暴力版的《放手一搏》送给我们在线的好朋友们啊。对对对，然后喜欢这首歌的记得帮我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。我是来自于爱儿时代的女主播，每天晚上的1点到8点给你们唱歌。然后你们喜欢这首歌的呢，这个这个点赞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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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、评论，开始了啊。放手一搏吧，别顾虑太多，这就是你们男人有的性格。不问人生路，几多坎坷，一腔热血你敢可爱敢做。放手一搏吧，别理会太多，不问有谁能够真正懂我。不信这一生要的是洒脱，再多的困难挫折一笑而过。走过风风雨，趟过大江大河，大风大浪里走过，而我差我欠的太多。我只是沧海一粟，像落叶无声飘过。谢谢唱歌。谁情愿随波逐流，顶天立地那应该是我。放手一搏吧，别顾虑太多，这就是你们男人有的性格。不问人生路几多坎坷，一腔热血你敢爱敢做。放手一搏吧，别理会太多，不问有谁能够真正懂我。不惧这一生要的是洒脱，再多的困难挫折一笑而过。感谢我们的合唱哥哥，谢谢，谢谢掌声的礼物。喜欢这首歌的记得每天晚上的1点啊到早上的8点可以来我直播间听歌哈。对，我是一个晚上唱歌的主播。太多悲欢离合，太多心酸苦涩，鲜花上身里走过，缓慢前行的能有几个。我只是一叶孤舟，人海中孤身飘过，谁情愿随波逐流，重情重义那应该是我。是你们男人有的性格，不畏人生路几多坎坷，一腔热血你敢来敢做。放手一搏吧，别理会太多，不问有谁能够真正懂我。不惧这一生要的是洒脱，再多的困难挫折。放手一搏吧，别理会太多，这就是你们男人有的性格。不畏人生路几多坎坷，一腔热血你敢来敢做。放手一搏吧，别理会太多，不用问谁能够真正懂我。不惧这一生要的是洒脱，再多的困难挫折一笑而过。我们连连哥哥三条，然后今天这个神曲啊就录到这儿啊。喜欢这个歌的呢记得帮我点赞转发评论，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三条么么哒么么哒。